家姐。各位，喂喂，各位第，这个无够咱的吼，第四十五届的这个民政委员员，大家好早，皆さんおはよう，Good morning everybody， 三国哈，三国的语言哈。啊，知影吼、哦，哇！我七点起来呢，日头呢，足炎的吼、哦。我台湾的春天搁转来吼、哦，啊，结果来到台湾，哎，煞无看日头嘞吼，煞丢去嘞吼、哦。啊，我普通早时吼，拢坐停车来接这个国光号，啊，来到台湾安尼吼。啊，我今仔坐坐停车，这个坐停车司机啊，我比我较少岁了，有影。哇，他个阁真清楚呢，吼、哦！我中华民国伫1949年啊，都已经灭亡啊咧，诶，人计程车司机嘛知影咧，吼、哦！讲是啊，啊，台湾人互骗啊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真侪太侪咱吼，咱的台湾人安尼受到国民党的教育吼。哦啊，拢唔知影台湾人家己的历史到底是安怎哈？啊，我是姓郑哈，郑祖宅哈，都、就是1970年七九案的郑祖宅安尼哈。啊，我是台南人，啊，成大建筑系毕业的哈，啊，去美国留学了，啊，参加。在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，啊，怎啊去撤回这个七九案件吼？啊，七九了吼，在1970年了，哇，就开始逃亡啊哈！啊，我到尾我逃亡去瑞典吼，啊，在瑞典待11年，啊，佮移民去温哥华，佮待8年吼，啊了，佮偷渡倒来台湾。我真奇怪啊！我都故乡伫台湾啊，佮偷渡倒来。啊，伊当时因为是黑名单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伫1991年正月初一吼，啊，我摕瑞典的护照，啊，即、這个咱中华台北的签证来到桃园吼，甲冻掉咧，袂我入来吼、哦，结果佮甲赶出去。哦，四五个少年，佫甲讲出吼，原机甲送转去东京。哇，我真受气嘞吼！我讲安尼好，即我的冤家嘞吼！啊，我要转来无锁匙，我搬箱仔转来啊吼！啊，所以六个月后呢，伫1991年六月，啊，我到陈桃园机场，我到入来安尼吼！啊，当然是摕别人的护照啦，哈，唔是我的护照。你别个顺序顺序，哦，你别顺序顺序啊！我着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啊！你别个安怎呢？哈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？哦，伊用安怎呢？用一个国安法，叫做偷渡入境，我甲起诉嘞哈！我是讲啊，过去。足济我的干辈，我的前辈，偷渡入境啊，都五个月、六个月关一下，一颗罚金啊，无代志了吼。偷渡我啊判一年，伊当时判一年啊，等于判2年吼。是安怎讲呢 ？Hello， 你若判2年吼，啊后关一年，你就会当加息出来吼。我这个哈，可能要超较大声。Hello， 超较大声啦，安尼无较大声，因为你无大声吼，互我爱出真侪力吼。啊，较早是拢2点钟的课吼，我讲啊尾啊吼。我哪有站袂住？啊，即摆改做50分钟，啊，佫
未歹啦，吼，未歹吼。啊，即要讲下底呢？哦，即嘛判两年啊，你若关一年，就假释出去啊，啊，就所以啊，你若判一年哦，啊，你来歹势，你啊坐甲满一年365天，啊，所以甲判一年哦，这判官真了受哦，甲判一年啊，所以我去关，伫台湾哦，去关365天，一天都无甲减呢吼，啊，我伫台湾哦，判一年哦。在台湾关3个工作，安怎讲呢？开始甲杀去的人哦，关伫台北土城啦吼。啊，土城，我是判一年嘞吼。啊，结果我关做伙是一个台南的，可能判10几年吧。关做伙嘞吼，啊，我就甲抗议，啊，讲你狱政会晓办啊，袂晓办吼。中兴番甲轻兴番是爱分开啊，那男男做伙，我安尼袂使吼。你爱给我一间房间，我要一个人一间的。伊讲无咧，我都无遮侪房间咧吼。啊，你若一个人一间吼，啊，你若自杀要安怎？我靠腰啊！我离开台湾30年，转来台湾自杀，哪有这款道理？无啊！我不管你好，哦，你就給我一间房间，我无爱和其他人关做伙安尼。哇，伊就转台湾找，有一间来讲，有一间吼，你一个人关一个吼，你要去无？我伫对，如果高雄燕巢吼，有一间安尼吼，我要求我台北去甲高雄安尼吼，我就讲爱，让你关吼。啊，无自由啊！啊，我关伫台北，关伫高雄，相共啊！我讲好，我来应酬安尼吼，就甲刷去高雄应酬。啊，伫高雄应酬吼，我听讲台湾有所谓即个外亚家，叫做外衣间啦吼。啥物叫做外衣间呢？间甲无围墙的吼，啊，暗时无甲你锁门的吼，啊，你若要溜出去，会当溜出去吼。一关叫做外衣间呐，我还袂歹哦吼。伊讲外衣间，你的刑期若剩一年，啊，你就会使申请去外衣间吼。啊，所以我就申请去外衣间嘞吼。啊，甲主教讲啊，你这款人哦，反政府的吼，袂甲你准啦。我讲啊，不管啦，请过来告嘞吼。啊，结果我请嘞，阁有准嘞吼，所以。但高雄阁送伊台南县山上乡的外衣间啦，吼，啊，结果刷去外衣间，外衣间阁袂歹呢，吼，因为这个店长吼，知影我是犯什么案的吼，我是偷渡转来的吼，伊讲吼，普通伫外衣间的犯人吼，拢分组，一组一组吼，你是扫涂骹一组。你是饲猪的这组，啊，你是烤草啊这组，啊，你是种菜的这组吼，啊，顶后顶后你拢唔免分组，你着负责那放风的时阵出去画图安尼就好安尼，啊，所以我透早放风就是去一间鸭寮啊，因古早迄咧饲鸭寮安尼，去美多啊画图吼。啊，下晡时放风嘛是去画图嘞吼，所以我叫关差不多9个月伫个所在吼，佮画袂少图嘞吼，油画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我放出来了，我就伫家家门口呢，就佮办一个油画展览嘛嘞吼。啊，所以这是大概的经过啦吼。啊，所以各位呐，伫食饭吼，直接食饭的时阵吼。迄边两边有吊200幅油画，啊，迄都是我画啦吼。啊，底下毋是吊好看嘞吼，是讲希望若有人要收藏啊，这收藏的这个费用啊，要捐予民政府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大家唔好顾食饭哈。啊，这200幅画安尼，小家欣赏一下哈。啊，即马就是咱知影，整个月12月哈。啊，美国有一个大选，啊，美国总统奥巴马哈，
奥巴马啦，唔是奥巴马哈，伊个当选连任哈。啊，奥巴马其实唔是黑人呢，伊祖先哈有白人，伊名是奥啊个一位啊个巴马，啊普通奥个一位哈，这是爱尔兰的人，伊名拢安尼奥达诺，还是啥物麦当劳哈。所以伊有蓝调白人的血哈，啊，所以奥巴马个当选哈，啊，这当选的时阵呢，伊这个选总统的这个啊进行啊顺刷呢，和这个波多黎各的这个人呢国民投票哦，叫做 referendum， 啊，国民投票要创啥？就是讲啊，你波多黎各的人。是毋是要维持现状？维持现状就是讲，目前和美国的关系就是自治的关系，吼、哦。啊，你毋是美国的领土，啊，你袂当啊投票来选美国总统。你是毋是要维持这个现状？吼、哦。啊，结果波多黎各的人有53%，伊讲无爱维持现状。欸，啊，你不爱维持现状，啊，你要安怎？吼、哦，伊即摆来讲，你敬咧第二个地方咧，吼、哦，你是爱变成做美国的一州，还是要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？结果呢，有65%的人呢，要求波多黎各变成做美国的一州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想讲，欸，这个问题，吼、哦。波多黎各、甲佛摩萨、甲台湾呐、啊，命运哦，真半段足相共的。安怎讲呢？波多黎各呢，伫1493年啊，差不多15世纪吼、哦，这个哥伦比亚吼、哦、发现这个新美洲吼、哦，发现美国的哥伦比亚吼、哦，第二摆出航又发现到波多黎各。啊！发现到波多黎各了呢，西班牙怎啊将波多黎各来占领、来统治，哦，变作西班牙的殖民地。啊，波多黎各因为伊是伫这个美国的南边，伫卡里比亚这个所在海湾吼、哦，对这个大西洋的这个控制权呐、啊，真要紧。啊，所以美国呢，一直想要摕。波多黎各，哦，啊，因为西班牙占领波多黎各啊，这个法国、荷兰，拢一直想要占这个波多黎各，啊，拢太平洋西班牙，吼、哦。但是美国呢，伊的政策就是要摕波多黎各，所以准备真久的时间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1898年，吼、哦，1898年呢。和西班牙战争，就是要攻这个波多黎各呢。啊，因为美国有准备吼，啊，所以西班牙怕输。啊，西班牙怕输，咱知影战争吼，就是爱有一个宣战，各各国有一个宣战 ，declaration of war 吼，宣战。啊，战争要结束呢，就是爱有一个和平条约。啊，所以伫1898年呢。伫巴黎，吼、哦、签一个巴黎合约，就是美国甲西班牙，吼、哦、签这个巴黎合约。这个合约内底呢，有讲这个这岛屿的连线，古巴哈、哦，古巴就是讲西班牙放弃古巴，哈、哦，啊无讲要放弃予谁，含台湾的进行进修讲，吼、哦，啊佫说来。Republic of Dominican 哈、哦，这个所在，啊，个隔壁就是波多黎各，啊，波多黎各伊的合约就是讲，我将波多黎各挂乎你美国，啊，同时呢，将菲律宾甲关拢挂乎美国，啊，所以美国就是因为战争占领这个波多黎各，咱倒转来看台湾哦，相同啊。台湾大概16世纪吼，啊，西班牙
啊，就占领淡水哈，台湾北部这个所在，咱拢知影有一个安摩城哈，淡水这个所在，荷兰人占安平、台南这个所在哈，啊，尾啊呢，荷兰人攻这个西班牙人，将西班牙赶出去哈，啊，所以西班牙嘛有一段时间，哈，啊，统治台湾的北部，啊，所以。这个经营足相共吼，啊，佫因为日本佮清朝吼、哦，就是清国吼、哦，咱讲死啦吼，清国有一个战争叫做日清战争吼、哦，啊，清朝战书，啊，这个战书边啊，啊，都爱有一个和平条约，啊，所以清朝佮日本订一个。中国叫做马关条约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条约内底呢，就是将清朝将台湾甲澎湖的领土挂予日本，吼、哦，就是将台湾澎湖的充分主权挂予日本。啊，这是1895年，吼、哦，1895年，甲葡萄牙呢。差三年尔吼，咱较早呢挂予日本，葡萄牙慢咱三年挂予美国，所以这个历史呢，这个命运呢，有相同的所在。但是呢，挂予什么人呢？这关系足大个吼，因为是挂予美国，啊，美国是比较比较文明的一个国家吼，啊，当然日本嘛是文明。文明的国家啦吼，但是日本统治，但1895年统治台湾了呢，一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啊，日本战败了呢，台湾跟日本较无关系就对了吼。啊，咱知影日本啊，伫1895年占领台湾的时阵，日本定了。单对定了，各位敢知？淡水，淹苗伫南部，敢是？哦，淡北个，伫，无，伊是淡淡北入来，淡北个迄个二地迄边嘛，二地吼。本来日本是要登淡水河入来，啊，淡水河咱知影山顶吼，迄大炮一个机吼，所以日本船呢唔敢登淡水河入来，所以从弯一弯去到二地，但二地定了，啊，定了了后呢，甲步行吼，用行行军入来台北城呢吼，这是日本入来的时阵啦吼，啊，所以台湾的命运。在日本统治了50年哈，开始当然是日本将台湾看作殖民地哈，这是无唔对。但是日本呢，因为伊要向南扩展哈，啊，一定要发展台湾的这个工业哈，啊，所以台湾变成做真进步的一个国家哈。一直到这个太平洋战争。特别刷的时阵哈，伫1945年的这个4月7日啦，日本天皇佮发一个诏书，哈，允准这个台湾人呢参加日本的政治，啊，会当投票，哈，啊，这就是意思，就是讲将台湾呢纳入去日本的宪法，哦，这是1945年4月7日，哈。啊，所以台湾伫迄个时阵开始，都唔是日本的殖民地，都是变成做日本的领土的一部分。这是1945年的代志啦，吼。啊，可惜呢，战争伫1945年8月就差不多煞，吼。啊，所以时间太短，吼。啊，所以真侪人无注意这个问题啦，吼。啊，咱知影早期诶，台湾人诶前辈，吼、哦，武峰，台中武峰诶林献堂先生，
吼，伊发起迄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，啊，就是每年呢招一挂台湾人，即知识分子，啊去日本，去要求日本政府，和台湾人参政，和台湾人投票，啊，结果呢，经过十四年的这个时间吼，当年落去哦。十四年，十五摆的请愿呢，拢无成功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等到1945年四月初，天皇甲发一个诏书，引出台湾人参加日本的政治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这个贡献，吼、哦，讲起来是台湾人嘛有努力过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虽然当时，吼、哦，无遂成功，但尾仔嘛是有成功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。日本在这个1945年哈啊战败，大家拢咱拢讲教育讲，日本战败，台湾就问战败啊，战输啊，哦，台湾是战输啊，因为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啊，当然那是战输啊，那迄当时是日本人嘞，哈、哦，啊，我是1936年出世的，我嘛日本人啊，哈、哦，啊，你即摆问真济少年嘞，哈、哦。叫一个少年家吼，问过太平洋战争，台湾有参加太平洋战争无？你甲问吼，伊讲我都无读咧吼，历史都无读一个咧吼，甲问伊唔知咧吼，甲问讲台湾人伫太平洋战争是怎样战术？伊讲无咧，我嘛无读这咧吼，台湾人拢唔知咧，这特别这少年拢唔知。所以这就是讲，咱对家己的历史无认识，啊，所以真容易哈，和这个啊国民党的教育，把咱乌白骗了呢。啊，所以确实呢，台湾是战输了哈。啊，即马佫转来讲波多黎各哈，啊，波多黎各日本迄个美国占领波多黎各了后呢，经过19年呢。因为战争占领的土地，吼，伊的总督，波多黎各总督是美国总统指派，你袂使家己选，吼。啊，伫1917年，吼，1917年，美国甲英准波多黎各人，好啊，互恁家己选恁家己的总督，吼，啊，互恁变成做美国的公民，吼。经过19年，哈、哦，可以变成做美国的公民，但是唔是国民，哈、哦，因袂当选美国的总统。啊，所以伫这个情形呢，佮经过1947年呢，这个美国的引准呢，波多黎各的人，哈、哦，来做因的总统，家己选的总统，较早是拢既定的安尼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。什么人统治这个领土呢？还真有关系。啊，台湾呢？在1949年，哈、哦，咱知影哈，中国有一个内战，哈、哦，1945年，这个太平洋战争宣布啊，国民党真欢喜呢，吼、哦，这8年抗战胜利啦，吼、哦，好啊，欢喜啊，哈，啊，结果经过无几年，哈、哦。都共产党拍个密密麻麻，直直走路走到咱这个福建这边来啊！哈、哦，1949年，这个共产党啊，中国共产党拍赢中国国民党啊，所以成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中华民国在的都灭亡啊！啊，你怕是亡消灭啦！所以1949年。中华民国就灭亡啊！哈、哦，伫中国灭亡哦，啊灭亡了呢，伊走路啊，啊走路到啊美国救着国民党，美国派政干呢，将国民党这官员、军队、警察，啥物拢总个载来台湾，好啊，这真了秀嘞！哈、哦，载只土匪来台湾呢！哈、哦，结果伊来台湾了后呢，伊讲伊光复。台湾，吼、哦，各位要记哦，这不是讲哦，台湾，伊是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，伊是流亡台湾，
因为伫中国走路啊，吼啊，中国走来台湾，伫1949年，台湾犹原是日本的领土，因为这个旧金山合约也未签啊。旧金山合约是1950年签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1949年台湾是日本的领土。你等中国走来台湾，这叫做流氓，干啥呢？你走去别个国家，就是流氓啊！所以1949年呢，国民党流氓来台湾啊，流氓来台湾，伊认为讲伊是打赢呢，吼、哦。伊是共和台湾，咱拢去互骗去咧，去互吓去咧，什么共和台湾？中国国民党呢，伫太平洋战争呢，无拍一个枪支来台湾，哦，炸台湾呢，拢是美国的军队来炸台湾。啊，年纪和我差不多，嘛拢知影米29吼、哦，轰炸台湾。对啊，嘿啊，咱拢还阁会记吼，啊，这是美国呢，嘿，唔是日本咧轰炸台湾呢。即马一挂少年呢吼，啊，伊面和我讲，哇，太平洋战争因兜吼，和日本的这个飞机炸啊密密麻麻，我话你是对啊唔对？哦，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到可能日本去炸家己的领土吼、哦，所以对家己历史无了解吼。哦啊，所以国民党1949年走来台湾，过一年1950年，伊走路来台湾的时阵呢，蒋介石是知呀，伊失去中华民国总统啊，吼、哦，咱拢知影代理总统叫做李宗仁，对吧？吼、哦，啊，1949年伊有共产党消灭，啊，李宗仁走的啊，走美国啊。啊，这个仔啊，蒋介石走到走来台北啊，哦，啊，走来台北的时阵，伊是仔啊，等于一个平民呢，哈、哦。1950年，吼、哦，过一年，伊讲伊要复兴世事，那对啊，唔对啊呢，吼、哦。你一个仔啊，平民，你讲你要变做中华民国总统，啊，拢伊咧讲的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真正开始啊嘞，哈、哦。1950年，伊变加做中华民国伫台湾的总统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运用国民大会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，改合法化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1949年伫中国灭亡啊，1950年中华民国伫台北阁挖起来，即、這个中华民国是毋是？伫中国大陆迄个中华民国，即有疑问哦，吼、哦，即无相共哦。譬如讲啦，吼、哦，有间公司伫中国叫做中国国民党，一间公司的名啦，吼、哦，伫中国，结果伊中国呢运作了歹，吼、哦，破产，全部破产，吼、哦，啊解散。啊，即卖呢，伫台北阁一群人，吼、哦，伫台北阁成立一个公司，叫做中国国民党。啊，请问这两间公司是毋是同一个公司？应该是无同啊。啊，所以中国国民党讲伊有成立100年，还是100几年，迄无影，因为这个国民党毋是以前迄个国民党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咧骗人诶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中国国民党伫迄个所在，哈、哦，啊，1949年了，吼、哦，啊，流亡来遮，啊，但是历史这个物件，吼、哦，毋是清朝民党，吼、哦，历史一直咧演变。啊，这个流亡。来台湾的这个国民党，流亡来台湾的中华民国，在2010年，含中国，即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吼，签一个一块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呢，一个国家，敢若有一个中央政府，
啊，佮另外个政府变成啊，变成叛乱的政府啊，吼、哦！伫1949年以前，中华民国伫中国，伊是有中央政府，共产党这个政府变成啥？啊，叛乱政府啊，叛乱政府敢毋是？吼、哦！啊，但是共产党打赢国民党的时阵啊，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个中央政府伫北京。哎、欸，啊，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嘞，啊，变成叛乱啦！因为国家噶老是中央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叛乱的政府流亡来台北，啊，即马这个流亡伫台北叛乱政府，伫2010年含中国的中央政府签一个恶化，表示讲这个和平条约。我无要阁流亡啊！哈、哦，我含中央政府讲和，意思就是讲，伊不再伫台湾流亡，伊会当随时转去啊！啊，所以咱咧讲中华民国伫台湾流亡，伊这性质差不多消灭啦。啊，消灭了后，中华民国变作啥？变作一群难民伫台北，啊咧统治台湾。哦，这变作这情形，伊毋是流亡政府，是难民团体。哦，啊，所以每四年，我拢伫台湾讲，哇，中华民国要选总统，诶，无影啦，哪有啥物总统？伊都毋是一个国家，伊伫甚至一个流亡政府都毋是，伊要选啥物总统？哦，啊，咱拢叫骗啊，戆戆说哦，哇，选举来，咱拢足拍拼吼，啊，去公交啊，啊，去出钱出力啦、啊。哦，迄当时我嘛是四界徛台演讲咧，啊，即摆想起讲，哎，啊，头壳无啥对咧吼，哎，安尼徛台演讲，啊，都无迄个物件，你都安尼出力出干咧吼，即摆想起来拢唔对，拢唔对吼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这个中华民国的情形啊吼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吼，啊，咱知影。1979年，伫这个1949哈啊，这个国民党撤退，还是流亡来台湾的时阵吼，迄当时都国际的冷战，共产主义甲资本主义的战争吼、哦。啊，1949年，美国已经准备要放弃国民党啊，伊是讲话国民党太腐败了吼。哦该援助的钱拢歪了了嘞吼，也准备要放弃这个国民党，但是呢，局势呢救着国民党，安怎呢？拄到1950年啊，汉战爆发啦，吼、哦，汉战爆发了后呢，啊，美国加入去汉战，啊，一定要利用台湾啊，啊，所以就支持，吼、哦，蒋介石一定。到1979年，吼、哦，美国嘛看这情势唔对啊嘞，吼、哦，美国同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放弃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放弃中华民国了呢，美国的国会啊通过一个法律，叫做《台湾关系法》（Taiwan Relations Act）， 吼、哦。台湾关系法内底呢有讲哈、哦，自1979年正月初开始呢，无要称呼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的名呢变作台湾地理统局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， 所以伊就是地理统局的一个团体哈、哦，啊，所以每四年的选呢。伊是咧选国长啦，唔是咧选总统吼、哦，啊，大家读较清楚。啊，所以这就真清楚，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华民国，伊唔是国家啊，所以伊伫国际上啊，要用什么名？用中华台北，伊袂当用中华民国啊，无人承认伊是一个国家，伊叫做中华台北。啊，中华台北意思就是讲。中国
流亡伫台北，叫做中华台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二次世界大战，法国流亡去伦敦，伊叫做 French London， 吼、哦。法国伦敦，伊名就是安尼叫。你倒一个政府流亡去倒一个都市，就是迄个名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国际上拢足清楚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民国无这个物件吼，嘛、哦、唔是一个国家。啊，但是咱拢唔知影吼、哦，因为咱生活伫台湾内底，啊，咱摕的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用的是中华民国的这个银票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认为讲，啊，都中华民国有这物件呢，吼、哦。其实不是哈，伊、哦、是台湾地理当局，哦，这是真清楚了哈、哦。啊，即马就是讲，啊，咱即马是2012年啊嘞哈，特别进入2013年啊哈。啊，到底咱大家啊，啊是虾米人哈、哦？咱来问讲，啊，你是虾米人？啊，你是倒一国的人？哇，那读个莫咧笑啊，煞唔知变哪答咧吼。啊，有诶讲我都台湾人啊，啊有诶讲我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吼。有诶讲伊是中国人咧吼。啊，所以安尼花洒洒吼，家己唔知影伊家己是虾米人吼。啊，这就是因为过去这段历史，受国民党诶统治，受国民党诶教育，啊，所以甲咱。讲啊，怎啊会啥啥吼？啊，其实呢，台湾咱知影吼，这个马关条约了后，当时清朝统治台湾，才会这个台湾顶关的住民呐、啊，哇，好日本啊，所以咱变成做日本籍的人哈。啊，迄当时日本呢，用阮2年的时间。我带伫台湾的台湾住民决定，你是要做日本人，还是要继续做中国人？啊，你若无爱做日本人，你会使变卖你的财产，啊，搬倒去中国。啊，你若继续要带到台湾，你就是日本人安尼，吼、哦，伊用这个方法。啊，所以咱的阿公阿妈，咱的阿祖，迄种日本人，吼、哦。但1895年开始，一直到太平洋战争了，哈，甚至呢，旧金山合约嘛无讲，迄当时伫台湾的住民啊是虾米人啊无讲呢，哈。啊，咱知影旧金山合约是明军48个国家甲日本签的一个和平条约，哈。这个48个国家里面呢，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并无中华民国，就是讲中国无签这个旧金山合约啦。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中国甲日本诶，这战争无结束啊。啊，所以美国呢要求中华民国甲日本呢，佮签一个和平条约。叫做《里华合约》哈、哦，这大家知影。同一年，1952年，刷了一旧金山合约，遂签这个《里华合约》。啊，《里华合约》内底呢，卡讲起，伫1945年，迄当时伫台湾有户口的这些台湾人，甲伊后代，被看作是。中华民国籍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呢，伫1952年集体呢，将台湾人的国籍改做中华民国籍。啊，伊当时当然是英国甲美国拢提出抗议，讲这违反国际法，你袂使集体改这个国籍安尼吼。啊，结果这个《里华合约》啊，一直到20年后。1972年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，
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立法合约啊，变作啦，有效啊，无效啊，应该是无效嘞，吼。啊，若无效的时阵，咱的国籍即马是安怎？唔知影嘞，吼。啊，所以咱知影伫2006年，这个林志升先生顶啊，有200几个人去告这个美国政府，台湾人要告这个政府呢。啊，佮告一个美国的政府，这世界上用的政府嘞，吼，你去敢来告嘞，吼，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把握嘞，吼，啊，无你告美国政府，你嘛要请美国律师嘞，吼，啊，美国律师摕美金的嘞，吼，伊无要来摕新台币嘞，吼，啊，所以你若无相当把握，你的钱嘛是浪费啊，都该告，啊，结果经过吼。真侪年哈，经过3年的时间哈，啊，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，他做出一个判决哈，啊，林志升先生顶这人啊，伊是根据啥来告呢？根据《旧金山合约》，台湾的命运甲《旧金山合约》有真大关系，因为1952年以前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。1952年的《旧金山合约》内底呢，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的一切管理，哈、哦，放弃了呢，伊无讲台湾甲澎湖要交予倒一个国家，无咧，含当时啊，美国甲西班牙战争相共，古巴嘛是伫巴黎合约内底放弃，啊，无讲要交予谁啊。啊，尾啊呢？美国用阮古巴独立，但是台湾的命运无遐简单，台湾的命运就是伫这个旧金山合约了被放弃，所以我是咧想讲，啊，台湾就是被放杀的一个孤儿啦，吼。啊，波多黎各至少啊，佫有人收留咧，吼。啊，美国收留咧，吼。啊，即马要求变成做美国的一州。啊，台湾目前呢，啊，无人要管啊，啊，美国嘛无要管啊，美国一直拢用伊个模糊政策，啊，无要甲伊讲，伊是毋是军事占领台湾，是啊，毋是，拢无要甲你讲清楚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，因为你若维持现状啊，啊，你中华民国不是你爱甲买武器咧，吼、哦。这个武器啊，唔是贵药的问题呢，算刁的呢，吼、哦，这相当侪钱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来甲买啊，啊，我都唔是最先进的武器卖你啊，我着用个较歹的吼，啊，卖你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钱太侪吼、哦，所以符合美国利益，维持现状，啊，维持现状对台湾人无好处，对台湾。绝对歹处，因为咱变成做无国籍哈，一个啊世界孤儿哈，啊，所以林志升先生这个啊律师啦，伊是讲根据《旧金山合约》哈，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 ，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这是对战争来讲了哈，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占领台湾。啊，你那是主要占领权国，你都有义务来保护伫台湾的本土台湾人的这些权利，吼、哦！啊，本土台湾人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，吼、哦！伊论述的就要争这个啊，伊讲啊，旧金山合约都写个遮清楚啊，敢毋是？啊，所以伫这个。法院的辩论里底哈，啊，国务院的律师，啊，甲咱请律师，啊，甲法官有一个辩论哈，啊，其中我来读这辩论的话，非常精彩哈，对台湾的地位也足清楚。啊，美国法官呢，问这个国务院的律师，伊讲你敢会当，尻川拨拨呢哈，啊，都无要管。旧金山合约，吼、哦，伊讲
Can you walk away from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？ 哦，法官问这个美国律师，美国律师在疑惑咧，他唔知咩回答咧，哈、哦。这个法官佮讲 ，Let me help you， 哦，啊，我佮你帮忙回答，好唔好？哈、哦，伊讲你袂当，意思是讲美国袂当卡成半半，就是讲旧金山合约无要管，哈、哦。爱管啊，意思就是讲，美国就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判官伫2009年哈、哦，做出一个判决，吼、哦、啊，主要三点哈、哦，这个重点哈、哦、啊，我给提出来，和大家参考哈。伊、哦、第一点啦哈，伊、哦、是讲。台湾人呢，60几年来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啊，台湾人60几年来无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，吼、啊，60几年来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拢无法度确定，吼、啊，伊就将台湾的处境啊讲啊足清楚啊，吼、啊，但是伊是讲。什么人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？这是政治问题，不是司法问题。哦，法院安尼认定啊，所以伊将林志兴先生这个案呢，就给搁置啊。伊讲这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来政治解决，哈、哦，不是这个法律解决。啊，但是呢，虽然是安尼判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就知影讲，美国诶，法院对台湾问题啊，看啊真清楚吼、哦。啊，美国国务院嘛知影吼、哦，知影这情形。所以这个告诉啊，在我来看吼、哦，啊是胜利的告诉了吼、哦。虽然法官无做最后的这个判决吼、哦，但是我看吼、哦，这钱开了有价值吼，真有价值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、哦，我留差不多3分钟。啊，各位哈、哦，大家真辛苦哈、哦，从台湾各地呢走来吃哈、哦。啊，今仔算袂歹，无讲遮寒，啊，无暗时安尼寒皮皮出来吼，困袂好势哈、哦。啊，心肝内可能大家真济疑问，读起来真济疑问，坐到这所在啊。我留几分钟吼，和大家来讲一寡意见吼。啊，对民政府也好，对台湾也好，对中华民国也好哈。啊，看有啥物问题无，来提出来交换一下呢，好唔好啊？好来。咱的权利啊，咱的权利啊，咱的权，即马就是目前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即马就是用中华民国宪法哈，啊，所以每四年选的哈，不管是国民党赢、民进党赢哈，拢是中华民国宪法内底，底下写来写去哈。那就如来佛的迄五支针头啊，你倒袂出啦，伊都洗来洗去吼。啊，你讲啊，边啊要正名，伊无法度正名，因为伊是伫即个体制内底。啊，甚至呢，足侪台湾人即教授、知识分子啊，那么成立即个中华民国的体制吼，啊，所以跳袂出去。啊，但是民政府是。否认中华民国这个体制，彻底否认中华民国体制。中华民国体制是不合法，伫这台湾这所在。啊，所以将来呢，
咱若有法度执政，当然以这个宪法、以这个体制就否定掉啊，就无啊。咱就重新开始，咱来重新制宪，哦，来保障咱大家的权利，哦，和中华民国就无关系啊。迄拢无啊，迄拢无效啊，咱无要甲承认，宣判嘛无要甲承认嘛。所以讲，咱爱偷偷动啊！吼、哦，你过去占领台湾人的这财产，啊，你要吐出来。国民党吼，占领日本的，对，无唔对？对，你讲国民党的财产遐尔济，爱等倒来？迄日产啊，有日产，啊，佮有台湾人过去这的迄个地主。吼、哦，哎，一年一年老白了。对对。伊拢徛咧吊头厝啊去，太保遐伫围围围咧，阮阿正面的地拢叫围。对啊，无唔对啊，无唔对啊。拢连阿围边头番子。对对对对，你看台中雾峰林献堂先生啊，因的土地是偌济呢？有人咧形容讲，啊，鸟也飞袂过呢，因的土地讲遐大吼，鸟飞袂过，吼，迄偌大的土地，结果来3500减租，哎，歹势，你老三家哈，剩的拢充公，吼、哦，这是真了受呢。啊，我私人财产哪会互你摕去3500？啊，那对。所以林献堂先生哇，怎啊离开台湾，无要阁转来，吼、哦，怎啊伫日本？最后在日本过身吼，无、哦、要转啊！啊，结果伊土地无去啊，遐大财产怎啊变无去啊？哇、哦啊！国民党迄谋事大王呢，好遐厉害吼，遐、哦、一土地变因个呢？对啊，无唔对啊！对啊，啊无认真好遐好去啊，对无？哎，伫1949年逃亡来台湾，嘛是两手空空来个啊！对哇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嘿，好嘞，再讲嘿。对你搬家，嗯，嗯，是，不啊，国民党法律都应该定的啊，吼，哎，定一个法律，互恁台湾人去遵守。对对对，哎，这位囡仔就是朱金龙啊，啊，因为朱金龙伊当买即个农地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农地买买咧变作耕地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钱就捞过来咧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。后来搁一分钟，啊，时间已经超过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无来？嗨。是。所以台湾这個问题吼，会遮复杂，就是一个主权呢，啊，搁伫日本天皇，啊，占领是美国，啊，所以台湾问题要解决呢，就是爱日本，啊，甲美国。啊，出面两个单位啊，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要出面以前呢，就是爱咱这台湾人，在座的人，甲无在座这台湾人，咱来徛起来，咱来徛出来。你若点点坐伫你兜吼，啊，咧看因的电视吼，美国袂甲你处理这物件，咱就爱行出来，行出队，行出街头。咱若有法度10万人、20万人，
徛伫台北总统府，佮挡一礼拜、挡两礼拜，互伊袂振动，中华民国就倒啊啦！啊，即咱看足清楚啊！你中东遮个国家，埃及、吼、哦、利比亚，遮国家拢安尼啊！人个百姓我都徛出来，动员五十万人，伫埃及首都安尼几个月，独裁者穆巴拉克就落台啊！吼、哦。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袂当点点，咱就是爱出声、出力，啊，愈侪人愈好。啊，目前咱可能五六千个人，无法度啊，五六千个人，美国袂甲你顶动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转去就是爱讲，咱的亲戚五十，哎，咱的下辈啦，咱的少年的啦，咱的新妇啦，咱的后生啦。诶，咱的孙仔啦，啊，咱的孙仔唔好阿咪讲中国话吼、哦，拜托诶，即马阿姨上、阿爸上拢娶孙，啊，拢讲中国话吼、哦，啊，中国话也无标准，啊，讲啊只歹中国话，含孙仔咧教孙仔，遮水的台湾话你无要来教，你要教中国话咁对吼、哦，所以就是爱靠咱大家，含袂使讲啊，美国那无要安怎，无要安怎，日本无要安怎。你台湾人是安怎啊？较要紧啊！吼，啊，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咱的课直接来结束哈。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巧克力，今日休困十分钟。